这些明星在舞台上发生事故后，临场反应有多绝？李宇春在唱歌时突然被伴舞扔在地上，最后坚持把歌唱完。爱我的请举手，有什么错呢？只是太爱春春了而已。萧敬腾唱《男儿当自强》，即使唱出娇喘的尾音，他还是坚持唱到最后。华晨宇唱一首嘲讽键盘侠的新歌《黑白艺术家》，唱到自己都尴尬了。我们说技术深手，外星人不懂搜啊哈哈哈哈，他们的造诣天生，有高贵血统搜啊哈哈哈哈。王一博在表演时耳返突然掉落，下一秒利用舞蹈的动作巧妙化解。Let's go。合成的动作真是百看不厌。马嘉祺在表演时升降台突然升起，他丝毫不慌。不在意流言蜚语，也不屑人们的非议，你自身都被我背弃，当听到我撕裂的声音。但凡腿短一点就是事故了。张震岳唱歌时话筒突然没声，他直接上手抢修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自弹自唱吗？刘宇在表演舞蹈时不小心滑倒，他的临场反应堪称绝绝子。这没有几年舞蹈功底做不来的吧。